语言有特定形象，叫做食字；北方表述叫做吞音。比如咱人去到北京，有人甲你呾我告诉你，你免惊，莫想呾伊遐告了，伊是爱甲你呾我告诉你，四个字，食剩三个字。你来到福建或者去到台湾，听到这样子，你莫讲讲，唔知那这样子干咪该，伊是这样子可以食字。食从两个字变做姜字，就算为台湾一种食字的形象也比比皆是。比如呾，咱店经常呾去过，去过店当作多少，叫做几个呢？经常店当作多少，多几个，经常会当作你多几个，几个来几个去，你店变作。第二来，第二去，大家咱花经常学着地说食字的形象，也欢迎你来评论区，甲大家咱分享。